今天老爷再继续爬山，今天来爬一个该算简单的吧，小白山吧。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人爬这边，但是我没有来过啦，走走看看吧。来走平路，非常平那种，海拔直接是气爆啊！还有别路吗？是条路爆了。嗯，还得步步了。很滑，那不是僵的吗？要穿过一点点的山路，他经过这条路哦，还走回来的，可以不要走这条回路回来的，不是？可以走马路回来的，然后比较远一点吧。可以走这吗？从那边已经走过来了，现在继续往前走。我觉得是走山路哎，我不怕我爬石头。
这边的每一颗石头都很滑，不能踩，不能脚，不能过，要从那边下来，走这边山路，这边山进口，接回那个马路。哎呀！这是路吗？怎么是泥巴嘞？啊，走了一大圈回来了，走了8.64公里，2个小时44分钟。